我们主要是生产个人护理类的家用电器，个人护理类家用电器包括呢理发剪啊，那个电吹风啊，直发板、美容美发这一块。我们每年的开发产品开发有30-40款产品开发。 所以说，我们能够保证50%工厂、20%以上的一个推陈出新。我们50%的产品出口去欧洲啊、德国啊、意大利、法国啊、西班牙，还有20%呢，我们出口去美国啊。当然，目前我们随着企业的不断的一些发展，我们也注重国内市场的一个开发。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这个。 名副其实的是中国出口第一展，是我们所有的出口企业的，都是首选的一个展，一展会。